加完名仔之後咧，就開始拍拖啦。咁咧，跟住咧，就喺40年前，咁咧有一日，兩個人就去九龍仔公園，我以為去九龍塘添，喺度散步。咁個男嘅咧就問個女噶啦，佢話：老豆要叫我哋結婚喎，老豆叫啊，自己唔係你自己自願㗎。咁啊，個女就答啦：哦，好啦。咁啊，就喺40年前嘅今日，就走咗去黃埔花園嘅黃埔酒樓。咁啊，定定登登啦！咁結咗婚之後咧，個女嘅咧，咁就慘喎，就成日埋怨咯喎，你都冇正式同我求婚嘅，啊，仲衰，睇見個仔，睇見個女婿，擺咁大粒嘅鑽石，好磨啊！咁譬如話我都冇嘅。你咩？係咯，我都40年啦，好幸福啦！我都40年，咁啊，耿耿於懷啊，係嘛？今日補翻啦，今日終於喺今日補翻啦，請你哋做見證，親戚朋友，我哋最好嘅朋友做見證，好啊，做我嘅先人啦。仲想唔想教我咧？第二次，我嚟教我啊！咁係咪再嚟過先？由頭嚟過啊！第一日啲嘢，咁係咁意啦。好似唔夠去睇唔到咁大粒喎。我係啊嘛，睇大粒啲啊嘛，三個得啦。快说话，快说话！第二次收花，喂，成个人第二次收花啦，系咯，喂，喂，仲有，求婚系求婚都冇花噶喎，系咁意啦，叫做吓，我唔识啦，咁意啊，多謝你哋捧場啊！好，輪到阿軒講下先。開心，咁我40年嘅隱藏嘅心嘅嘢都總算解決咗。哇！你都辛苦啫。係啊，我忍咗40年嘅。收埋咗40年。多謝各位上面。大家條片地啊！好。你冇幾好啲，呢就我拍片。